立秋了呀。嗯，谢谢吧。嗯，谢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。是我们俩是说相声的。嗯，我还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，我叫郭德纲。你看，真客气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嗯嗯。我要着重的介绍一下。哟，这可客气。这回来到太原呢，我没想到天气很舒服啊，因为北京还有点热。等会儿，哎，过去了。怎么了？不是您不介绍我，您就别往我这边比划一下，行吗？不用介绍啊。怎么呢？哪有不认识您的呀？哎呀，今天来的倒是都是熟朋友。于谦，于老师。不单老师。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。你看了吗？都是您的热心观众。哎，大伙儿常听啊。我要感谢于老师。怎么呢？我们哥俩合作快半辈子了，差不多。人非常的好。那是您捧我。一眨眼都有白头发了啊。五十多了嘛。我认识的那会儿那小脸蛋儿一掐一兜水啊。哎，您也是太使劲了啊。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。嗯，都这岁数了。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啊。埋过了。您这土埋到上眼皮儿。我这你瞪着眼不用。嗯，土埋半截儿。土埋半截儿的人了。对，人是反着埋的。哎，好嘛，还不如过眉毛呢。您这个，哎，很感慨。啊，是吗？很感慨。拿今年来说。嗯，今年德云社这个巡演有一个题目叫什么呀？啊，说郭德纲从艺三十年。对啊。哎，嗯，一眨眼的功夫都这个岁数了，就从艺都三十年了。这个从艺三十年指的是我从干专业那天算。这怎么说呢？那年我16岁。哦，参加专业团体，指着说相声卖钱吃饭，从那天算到今天30年。哦，挣钱养家算。人家一说从艺都从学相声那天算啊。就是打从艺吗？这个我要从那天算。嗯，我今年是39年。哎呀，好，不能那么说，太老了，显得是是，显得岁数太大了。嗯嗯，这样还年轻一点。哦，但是呢，岁月不饶人，真站在台上自己知道，这该是什么岁数？20来岁时候站台上说相声，不知道累，年轻啊。现在站时间长了，腰酸腿疼，这是岁数大了。他媳妇儿都说我。我媳妇儿说你什么了？你可不如原来了。这谁说的呀？这句话干嘛非我媳妇儿说呀？高峰的媳妇儿也说。哦，孙越的媳妇儿也说。嗯，啊，我就平衡多了。嗯，净交朋友了。交什么朋友啊？你们回头一想，这些年其实我也没干什么正事儿。是吗？无外乎是两件事情。哪两件事情啊？第一，嗯，给观众快乐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第二，嗯，让同行们团结。啊，这是搂草打兔子了。嗯，捎带手。嗯，啊，很感慨。是吗？哎，当然最开心的是有于老师一直在跟我合作。哎，这是我应该的。没有这么好的人了。谢谢您。真的啊，平时没事有求必应。怎么叫有求必应？你看他这会儿待着喝点水。嗯，有人找来了。哦，于老师。嗯，后边那小饭馆。嗯，找您帮忙。小饭馆找我？于老师点点头。嗯，我马上就到。啊，这就应了。人家走了，于老师打开自己那包。嗯，先拿出一个白颜色的帽子来。戴一白帽子。拿出一个白色的大褂，穿一白大褂，记好了。嗯，去小饭馆干嘛？帮忙。哦，帮什么忙？进门摘菜。哦，洗菜。嗯，切肉。哟，给人炒菜啊，刷碗刷盆。哎呦，一分钱都不要。这饭馆也没别人，我全干了，合着。就是指着您帮忙。哦，我就帮，我就帮。白大褂一脱，帽子一摘，放在包里，完事儿了。沏口茶喝，喝吧。端起杯来，刚喝一口，有人来了。嗯，这回谁呀？于老师。嗯，咱们后边的王奶奶去世了。这找我干嘛呀？儿子在美国回不来。
没有孝子不能发送。找我是？你投走，我这就到。我这也硬啊。人家走了，于老师打开包，嗯，把那白帽子又拿出来了。这孝子感情是个厨子，嗯，白大褂，嗯，穿好了。哦，包里有一个自己预备好的幡儿，幡儿，这我都自备啊。跟着一块儿出殡，我说我去，都忙完了回来，嗯，帽子摘了，白大褂脱了，嗯，放包里。瞧瞧，刚弄好，怎么着？又来人了，这回是谁呀？于老师，啊，体育场请您。体育场有什么事儿可找我？偷走，啊，我这就去。我连什么活都不问，合着，把白帽子又拿出来了。你瞧，白大褂，我专营这身白衣服的活，穿上，戴上口罩，哟，哦，手套，添买卖了。拎着包奔体育场。哦，今天有比赛，我干嘛呀？人家那儿要检查兴奋剂，这我也懂啊。嗯，哦，就怕运动员喝了兴奋剂，比赛结果不真实，所以要检测尿样。哦，我有这手艺。于大夫到。大夫吗？一身白大褂来了，一推门，于老进来了。哦，啊，这儿放一桌子。哦，这桌子五米长的桌子，这么长，上面放着一杯一杯的尿样，这检查的就是这个吗？于老师把口罩摘了，干嘛呀？手套摘了，嗯，端起一杯来，嗯，看看，嗯，哎哎，好嘛。这位是尿出茶叶来了，是怎么着？我这吹什么呀？我有沫子，我管这么些干嘛呀？我啊，哦，满满登登一杯啊，真能尿还。于老师看看，嗯，爬呢，啊，哎，哎，别控了，那就。很健康，嗨，这杯算白喝了。又拿起一杯来，啊，又一杯，血糖偏高，哎，这位有点病，嗯，这注意个人卫生，好家伙。这都是运动员吗？这个，哎，喝多了也不成。喝哈，这什么呀？有结石。嚯，让他先看病去吧。列位啊，一般人干得了这个事儿吗？是一下喝五米，你看你这玩意儿，什么话这叫啊？不是，就真喝。佩服您。有能耐，哎呀，嗯，就是为什么这个人能这么，善良，嗯，同情别人，哦，乐于助人呢？这怎么有这么多优点呢？这是骨子里的东西，哦，先天带的，也是他家庭给的遗传，哦，有家庭的熏陶，是是是，嗯，经常听相声的朋友们都会知道于谦有个父亲，对，谁都有，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这些年来越发觉得郭德纲在相声舞台上的卑微。哟，这怎么这么说呀？我实在是没有什么。哟，我在相声里边只占20%，剩下那80%呢？于老师和他的家人。哎，对，竟只是说他们的是吗？有很多那个道德举报家们，举报家经常举报，为什么老说人于老师的父亲，哦，说于老师的媳妇儿，嗯，说于老师的孩子，嗯，列位是，你们要同情我们，怎么？相声是假的，是啊，你看电影、看电视剧、看话剧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？嗯，怎么我们台上说的都是真的呢？没错啊，不可能，嗯，是可能会说到，哎，于老师的父亲、于老师太太，那可能是生活中有98%的原型，没有那么高的比例，
沾点就不错了。您这相声吗？啊，一种就是我的故事，啊，一种就是他的故事，就我们俩吗？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两个之外的故事。没错，我们不能说除了我们之外的其他行业。哦，不行，那人家一骂街，我们就得道歉。嗯，我们天天老指着道歉活着，也不是常事。对啊，也不能说观众啊。嗯，哎呀，有一件事情啊，就是现场观众，你看，就是那个胖子他的事儿。哎呦。你这还没说完，他菜刀扔上来了。好家伙！当然，菜刀他也带不进来啊。哎，对，我是打个比方，嗯，只能说我们自己人的事情。啊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这就是啊。你要真台下见赵宇老师的父亲，你就会觉得，哦，嗯，这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老人家。哎，这老头挺好的。我打16岁进北京，我就认识他父亲。啊，是啊，老头特别喜欢我。啊，兄弟。啊，你等会儿，我父亲管你叫兄弟像话吗？他给我起了外号叫兄弟。这老头太不会起外号了。啊，走，跟我去玩去，跟我去这儿去那儿。哦，特别爱我，带你出去玩。他爸爸很善良，是信佛呀。没错，胸口这儿老挂着一袋铁观音啊。嗯，我爸爸信佛，这儿挂袋茶叶干嘛呀？咱不太懂这个啊。啊，人很善良。哦，邻居们都管他父亲叫知心姐姐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知心姐姐于大爷，还没弄清男的女的呢。没事站在门口老抱着一个机器猫。抱一机器猫，毛绒玩具机器猫啊。倒是天真呢，他喜欢大爷跟他玩呢。 啊玩呢。嗯，抱着机器猫啊。瞎说，怎么人有名字。哦，对，有个学名，这是他叫多来。哎，多来 A 片。嗯，不对，您呢？怎么啊？您这机器猫没有这叫这名的。叫什么名字？多拉 A 梦。多拉 A 梦。对，哎，嗯，都说老头们老小孩指的就是你父亲这种人。他性格好，性格特别好，疼人，是吧？嗯，只要我在跟前儿，嗯，走，咱们吃饭去，请你吃饭，请你到全聚德烤鸡店去吃鹅。他也没吃过什么好的，全聚德烤鸭店，谁都知道全聚德卖烤鸭。对呀，同你父亲不能说烤鸭，为什么呢？忌讳。忌讳什么呀？因为你父亲被鸭子伤害过。哎呦，我父亲被哪个鸭子伤害过？大岁数了，不要那么窝窝戳戳的。什么词儿啊？您得把它说清楚了啊！因为你父亲在全聚德上过班。我父亲这么大年龄在上过班。他当年啊12岁的时候到全聚德烤鸭店啊做学徒。哦，在那儿当过小伙计。去了之后学包葱啊。那刚去肯定是包葱包得好啊。是吗？后来被评为全聚德1级葱师。还有葱师。呵啊，包的葱包得好。嗯，一干就干了20年。包了20年葱，12岁去的，一直干到32岁。好家伙！哎，来了挖墙角的了。谁来了？狗不理。狗不理来挖这包葱的。呵，说你们这儿有一包葱的，我们得要。哦，狗不理来了，进门就问。问什么？说你们这儿有一个松狮吗？啊，松狮啊，卷毛的那个松狮啊。没听说过。狗不理上这儿套狗来了是怎么着？有一个包葱葱狮啊。对了。说有啊。有吗？要这个人。哦，不能给啊。怎么啊？这是人才啊。呵呵，请过来吧。哦，这问问吧。把他父亲就叫过来了。是啊。嗯，松狮松狮还松狮。他爸爸来了啊，说狗不理叫你去，你去吗？他去吗？啊，我愿意去。哦，还真愿意。这一句话把全聚德得罪了。是吧？去也行啊，不结账。老板急了，当月不给钱。不是当月不给钱。怎么着？全聚德有规定啊，干满60年结一次账。嚯，这不是土匪吗？这不是？嗯，你爸爸说那我也走，你就咬牙了。哎，一咬牙从这儿出来，奔狗不理去了。到狗不理学包蒜，我都没听说过。怎么呢？费这么大劲挖一人才，到这儿改包蒜了。呵，吃包子得就蒜。那是啊，很多人包蒜的时候，有时包着包着指甲。把蒜弄破了啊，那卖相不好，就不能给客人了。对了，造成极大的浪费。哦，你父亲细致，他好，天天跟这包蒜。
包的好吗？有时包着包着也包破了啊，那难免，怎么办呢？嗯，我自己吃了。哦，他是爱吃蒜的，是怎么？这没客人的了，这个包蒜包20年，好家伙，又20年，20年，这年52了。你看这辈子没干什么啊？他爸爸向狗不理提出来辞职，怎么就不干了呢？胃口受不了了。哎，对，吃20年蒜，你这玩意儿。狗不理说可以不干，是吗？但是不结账。哦。又60年不结账？不不，啊，狗不理的规定是活到200岁结一次账。好家伙，就算白使用人。哎呀，你爸爸这一出来了不得了。怎么了不得了？一身的能耐。有什么能耐呀？包了这20年葱20年蒜。你看长的短的全会。长的短的。哎，长的是葱，短的是蒜。哎，对，就这点手艺。包葱包蒜的时候，拿眼看着人家那些厨师炒菜。哦，他偷艺，把这个技能学会了。这好。但是有一点呢，啊，没有厨师的证，没考级，所以不能上饭店。那怎么办呢？到单位食堂给人炒菜，就炒点那大锅菜。去了那个食堂，那个单位600-700人呢。这是大公司，大单位啊。嗯嗯，都喜欢吃你爸爸炒的菜。那还是有手艺。嗯，但是人一出众了，就容易被人陷害。哟，怎么陷害？他爸爸在那儿被人陷害，后来公安机关介入。哟，什么篓子呀？这是？哎，公安机关还介入？有句老话啊，厨子不偷，嗯，五谷不收。哦，明白了，这些像以前那个老的那个厨师们，愿意随手往家顺点东西。他爸爸也是，这儿炒着菜了啊，来块冰糖。这不就自个儿吃一块也算数啊？就被人陷害举报啊？那就是恨他啊啊！颜面，你就这都不叫事儿，其实味精，真是遭陷害，那没办法。胡椒面，那能有多少钱呢？葱姜蒜，嗨，馒头，这主食更不值钱了。大饼，还是面吗？炖那个肉，哎呀，不行。锅碗瓢盆，这也拿。笼屉。啊，电烤箱，蒸锅，啊，锅炉，哦，冰箱、冰柜，啊，电灯、电扇、电话，嚯，房梁，哎，门窗，嗯，地砖，哎呦，墙壁，啊，女服务员，嚯，好家伙，没他不要的呀，这是。被公安机关带走，啊，判了10年，不多。我要判枪毙了就，啊，人单位领导，啊，拿着饭盒打饭去，嗯，站在那儿哭了。怎么？我记得咱们单位有食堂啊。哎，这好，夷为平地了，这怎么改了操场了？什么都没给留下。就因为这个这点小事情，啊，判了10年。啊，这10年关着吧。但是你父亲在监狱里边表现非常的好。啊，哦，行，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。哦，到最后减刑，提前释放，哎，这不错。提前半天释放，对。要我就非给他坐满了，你这，我饶他那面呢？我，嗯，判了10年啊，打监狱里出来到家，嗯，心情非常的好。怎么还能好呢？你别看判了十年啊，到家一瞧啊，儿子6岁，你看看，啊，你看看，这人就快。老天爷就是这样对得起你。你觉得这个？哎，啊，算错账了，可能是。哦哦，怎么着？判了10年啊，儿子6岁，虚岁。这没听说过，谁能虚4岁出去？哎，那个不重要，这最重要的这个。老头说了，我这一辈子呀，也算是干点大事情，干大事啊，包葱包蒜在监狱里又待着啊。哦，现在我要安度晚年，早就应该这样了，好好的锻炼身体。哦，对得起我的余生，多活几年。每天早上起来到点准起。哦，哎，6点来钟，老头就起床了。习惯好，先喝猪奶啊。哎，不像话。怎么了？人都喝牛奶，喝羊奶。原来喝牛奶啊，喝牛奶后来受伤了。喝牛奶受什么伤啊？喝着半截啊，啊，那个牛坐下了，趴牛肚子底下喝去了，他是。嗯，哎呀，喝猪奶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能解决吗？那个你往上一躺，嗯，软乎乎的，哦，跟那小哥几个一块喝。小哥几个，从哪儿拎的这小哥几个？所以没有问题了。没问题是没问题。先喝猪奶，哦，喝完猪奶起来之后要开始跑步，这就是锻炼了。哎，这个跑步不是说咱们那个运动那种，不是，嗯，轻微的跑，哦，慢跑。但是呢，也看得出来老爷子很淘气。怎么淘气？他得找个门。啊，踹一脚这门，然后就跑，这也是童心啊，可爱啊。他有要求，什么要求呢？这个门里边必须住的是寡妇，那就不是可爱了。嗯，踢寡妇门去了，这是跑跑，哎呀，高兴啊！哦，跑一大圈，嗯，身上微微的出点汗，是。哎，回来之后进屋喝一碗鸡汤，这是补的。自己上菜市场去买啊，自己买，买一只女鸡啊。女鸡像话，吊汤比男鸡好喝。喂，这行了，别说了，啊，母鸡。怎么还有广东人啊？哪广东人？母鸡啊！哎，嗨，两码事儿啊。母鸡，母鸡啊，喝一碗鸡汤。哎，喝完鸡汤之后，这就高兴了，嗯。哦，出去到河边要游泳，上河里游泳去。呵，河里游泳，哎，把那个跳广场舞的老太太都叫过来。啊，快来快来快来，干嘛呀？来看看，我要游泳了。这有什么可看的？老太太们都过来了。啊，你爸爸开始脱衣裳。啊，那游泳吗？得脱衣裳。全脱了。啊，全脱了，光着，一丝不挂。嚯，哦！因为你父亲为了展示他的纹身呢。还有纹身呢？他后背啊，啊，从脖子到脚后跟纹了一条带鱼。多腥气啊，这玩意儿！所以必须要一丝不挂。他穿裤衩呢？你看哪带鱼穿着裤衩不好看？哎，这啊，那是就别穿了。来来，老太太们都来看看我，嗯，看看。老太太们跳广场舞呢，都坐好来。哎呀，哎，啊，行，别亮相了。哎，行了，嗯，不怎么样。那个老太太怎么不看我呀？啊，废话，谁让你踹我们家门的？好家伙，这儿等着呢。大伙儿都看完了啊，你爸爸往河里跳。哦，咚啊，进了水。哎呀！活灵活现，游得好，每天游泳都得让人家拿网给捞上来。好家伙，这真当带鱼了。哎，这游完泳之后，嗯，就是中午了。哎呦呵，回家吃饭，吃吧。打电话叫一个外卖，他自己打电话。你看老头多新潮啊！哎，来一外卖，来个披萨。你瞧，还吃点西餐。一会儿送来了，大爷，您这披萨切不切？切呀。切六块还是切十块？嗯，切六块。为什么？十块吃不了。啊，傻小子，感情，钢鸡钢鸡，嗯，都吃了，吃完躺一会儿，啊，得睡会儿午觉。睡醒之后，嗯，要到健身房去拉皮条。下午拉皮条啊？大概在3点左右去拉皮条，早点了。应该是晚上7-8点钟。您这胡说八道，怎么了？不叫拉皮条，就是那个嘎啦啦啦啦。我知道，那叫拉背气。拉背气啊！对了，一进健身房，没有不认识你爸爸的，都熟。哎呦，带鱼来了啊！就净看后头了。哎，这叫大爷。老头也乐啊，哦！你们来的早啊！哦，嘿，大个子，今天好好练了吗？你看看，那胖子不能偷懒啊！还鼓励人家。哎呦，我得表扬你，是吗？小伙子胸肌多好！大爷，我是个女的。哎呵。熟不熟啊？就跟人搭话儿，你。好，你们练，你们练，谢谢。可不是嘛，又该打了。明天我还要来检查胸肌。哎，行了。打这儿出来啊？你想啊，他下午3-4点钟跟这儿待了会儿啊？啊。这会儿出来傍晚了，要去洗澡。哦，这一天下来该洗洗。老北京人，这个北京老头啊，啊，最爱泡澡堂子。对，那叫泡澡。而且有要求。要求什么？要去百年老店。北京有吗？那是啊。这个地儿叫华清池啊，华清池啊，叫什么池？杨贵妃泡澡的地方。哎，跟杨贵不是叫什么？叫清华池。哦，清华池啊。对了，北京清华池有块匾，啊，写着清华池百年老店。对对对，他爸爸就认这块匾，那老字号吗？老头乐了，嗯，一看见这块匾，我就有洗澡的欲望。你这老店必须洗这个百年老店，清华池，这讲究，搓，搓吧。一丝不挂，看看我这带鱼啊！这别看了，洗澡看什么带鱼？澡堂的伙计都认识他，那是熟。大爷，哎，上屋里脱来啊！马路上就脱了，
早点了，这拖的还在马路对过就拖上了。好，还不是门口，大马路来回过六趟车那种宽马路。哎呀，老头光着屁股抱着衣服过来，哎呦，街上好几千人，哎呦嚯嚯，哎嚯，于谦他爸爸，这是这全认识，感觉天天这么拖是吗？嗯，这才进来到澡堂子。哦，哎呀，往这一坐，是伙计给准备啊？准备什么？茶水您要不要？哦，水果？不不不不啊，还不了解我吗？怎么着？我不能吃水果。哦，太凉伤胃。哦，我自己带了。您吃什么呀？打开自个儿那包啊，白帽子，白大褂。你等会儿，嗯，我爸爸拿错包了吧？把我那包提了出来了。不是，你爸爸也有这么一个包？没听说过。哎，这带吃的。哎，里边拿出来啊，一个塑料的袋子，袋子里边是十斤干炒黄豆。我爸爸吃干炒黄豆，大铁锅炒黄豆十斤。哎呦，拿出来搁在这儿，嗯，里边有一勺，蒯着吃。哎，拿着蒯着吃。呵，光吃这干的很啊。啊啊，伙计，嗯，拿凉水来，再喝凉水，喝凉水要冰镇的啊，冰镇的凉水。哎，那是有这么大桶那个那大桶的矿泉水，十斤一桶，十斤差不多，他得喝两桶。好家伙！哎，嘎吱嘎吱嘎吱，吨吨吨吨吨。哎呦，哎呀，大概有喝那么20斤凉水啊，嗯，十斤干炒黄豆。好家伙，这点东西，咱实话实说啊，啊，一般的牲口吃不了。废话，这有拿牲口比的吗？吃完了，老头高兴了。嗯，这回该泡澡了。这行能泡了，泡澡了。嗯，哪个池子最热呀？啊，喜欢烫的。大爷，那池子热。嗯、哎，下这个。嗯，那池子都没人啊，谁都怕烫、啊。太热，他行。啊，下去。哦，都这味儿的。哦，下去在里边还游。哦，哎，别游了。哦，跟里游会儿，泡会儿。嗯，伙计在旁边跟着里边扔葱花 啊， 啊，香菜啊，西红柿啊，磕鸡蛋。干嘛呀？要吃人肉似的。你爸爸跟这泡着啊。一肚子干黄豆，嗯，凉水啊，啊，外边拿热水这一泡，哦、嗯、哦，哼、哦，我也不知道你哪位是科学家，嗯，肚子里边就开了锅了，搅和起来了，哎，老头就忍着，是吗？但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是忍不住的，什么事情忍不住？甚打老头这个身体的中后偏下部啊，啊，漏气。您就说放屁不是就完了吗？不文雅，漏气，嘟